这是我的签书会啦，我因为写了两岸两边两光两相好知两个笨蛋爱谈判的书卖得太好了，待会我会回来签名的哦，先帮我顾一下哈。好啊，真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哦，我非常喜欢你写的这本书啊。你误会了，那不是我写的啦。怎么会是误会？你看你的大头贴都在这边呢。啊，你不要再谦虚了啦，你看你的照片。哇塞，我什么时候做梦的时候写这本书啊？啊，什么？我写的书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娜娜，快点帮我签名画押吧。哎，你看那个作者在这边，我们赶快找他签名吧。啊，好了，我来帮你签吧。哎，小姐，你这是大人背弃囡仔建议呢？啊，这是我的签书会，怎么会变成你的签名？我也是被逼的啊。我还被吸的嘞，被逼的。